顶尖高手的必杀技烧面法。我们这题是我们群组里面的廖丽娜所提出来的哈。那老师呢，我们知道呢，一个家庭如果没失去了经济呢，那整个生活都会变了调。那一个创作者如果有没有经济的来源，他的创作不能持续。那我们如果去找律师呢，都要有什么咨询费。那老师最近呢，因为已经开盈利了，那有广告了，希望大家呢能支持，把广告呢看完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这个六上来，这个六上来，这个六上过来，这个就是六。再来呢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下来，这个就是一。再来呢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再来呢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就是一。再来呢，这个一下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就是一。一怎么样？还没有哈。再一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下来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就是一。一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再来呢？这个四杀下来，这个四杀下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就是四。那我们知道 B3 哈是往左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判定 B3 是什么？八三配，这边不能放三，就放三。OK， 那 B3 也是什么配？六四配哈。那这边不能放四，这个就放什么四？这也就是放四。OK。那再来呢？哦，我们知道 A1 是什么往上跑的哈，那就A1 是什么六八配哈，那这边就放什么八 ，OK 啊，那再来这个八杀下来，这个八杀下来，这个就是八啊，那 B3 哈，我们知道是八三配哈，那。这边呢不能放八，就放什么三，这就放什么八 ，OK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看第二宫哈，我们知道 A1 是六八配在这边嘛，哈，那这个五啊，那这个五杀上来的时候哈，这边有两个五，所以这不能有五，这也不能有五，这个就是五 ，OK。啊，那我们看第四行哈。第四行差什么？四六八，这边有八，这边有八，这边就放什么八？这边有六就放什么四？这就放什么六 ？OK。再来呢 ？A1 是六八配嘛？那这边就放什么六 ？OK。再来这个六杀下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。六 ，OK， 那再来呢？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是三，哦。再来呢？这个三杀上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再来呢？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上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再来呢？这个三下来，这个三上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哦，那再来呢？哦，这样子就三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！再来呢？这我们来看哈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两个一定有九，所以这不能有九，这也不能有九，这也不能有九，这个就是九。那我们可以判定哈 ，B 实力是什么？九七配哈。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不能，这边不能放七，这边一定有七，这也不能放七，这边这个就是什么七 ，OK。那我们看第二列差什么五九哈，这边有五就放什么九，这就放什么五 ，OK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差一个就是什么四。那再来这个四杀下来，这个就是这个四杀下来，这个四杀下来，这个就是四，好。那再来呢？
这个酒上来，这个酒上来，这个就是酒。啊，那 V 实际是酒七配，这边不能放酒，这个就放什么酒。啊，那再来呢，这个酒杀下来，这个酒过来，这个就是酒。那我们说了 ，B 随意是酒七配，这边不能放酒，就放什么七，这就放什么酒 ，OK。好，那 A two 是什么配？四九配，四九配，四九配哈。那我们再来呢，这个六过来，啊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六 ，OK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六杀下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六 ，OK。那 A one 是什么配？三四配，三四配，三四配。那三四配七多一了哈。那我们看第六行差一个就是什么？第六列了哈，差一个就是二。那 B1 是什么配？三八配，三八配，三八配，那就是四是多余的哈。那你六也是多余，九也是多余的哈。那我们知道 A 实力是往上跑，所以我们知道是它是什么配？七三配，这个就是什么七？这也是什么七 ？OK。那第九公差二五哈，那。好，第四行了，差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五。那这第九宫差二五，这边有五就放什么？二。这就放什么？五。OK。那 A 十力是什么配？五八配，五八配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八。这个就是什么？五。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？二。这边差一个也是什么二 ，OK， 好，那 S 力是什么配？好，叫一二配，一二配，一二配哈。那 B one 是三八配，三八配，那六多余的，那既然六多余，表示什么配？七一配，这个就是什么七，这也是什么七，好，那这边呢，差一个就是什么五。那 B2 是什么配哈？九七配七九，这边就放什么七啊？那 B1 我们知道是什么五二配五二配哈？那这边呢不知道放哪里哈？那再来呢？B。那个 B1 是七九配三多余的，既然三多余的保持是什么八二配哈，那这边有八就放什么二，这就放什么八 ，OK。那 A1 是什么配？二一配二一哈，那这边有二，这边就放什么二，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五 ，OK。哦，那再来呢 ？A one 是什么配？九二配，九二配哈。那这边就放什么二？这也就放什么二？哦，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五？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五？好，谢谢大家。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了。按赞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分享出去，使更多时间题可以加老师的 line。读数读顺序，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图形初级、图形中级、图形高级，麻辣。